老板早。大杯热拿铁。蛋已经买过了，祝您生活愉快。啊？嗯。买单。啊，不用买了，有人付了。祝您工作顺利。又付了。谢师傅，怎么付？哦，已经付过了。哎，小姑娘，你都知道了？知道什么了我？你要有好姻缘啦。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种事儿怎么没轮到我呀？骗我！你不觉得很诡异吗？难不成是那帮卖床的跟踪我，报复我？我现在是咖啡不敢喝，三明治也不敢吃，生怕变成社会新闻当事人。灯怎么坏了？哪里短路了吗？这是新来的邻居吗？对面了，不会真的是跟踪狂吧？你别慌啊，你把话说清楚。你这一慌，我腿都抖。我刚刚在门口看到一大堆骨头，我没敢仔细看，我不知道是人的还是动物的。我现在一个人有点害怕，你能来接我吗？你别怕，我现在就过去啊。好。啊，这样，你先到楼下等我来吧。哦，知道了。怎么是你呀？